还是您理解的深刻啊，我就没想到啊，我就知道啊，这是在延安大生产的时候，这个老领导啊自己亲手织的土布做的褂子，一直啊拿这个褂子当宝贝，所以你得好好干，你不能辜负了领导。是，哎，我就琢磨着，您说他送我这褂子，是不是也有让我们自力更生的意思？对，鼓励群众自力更生，这样的话，老百姓就不会饿肚子。哎，这趟你没白来。是，我也觉得啊，只要咱们能够自力更生，什么事都能干成。喂，哦，高书记啊，临县县委测量引漳入陵渠县的请求，您知道吧？什么？不，这件事情，地委还没有向省里汇报呢。嗯，您怎么知道了？林杰同志向我汇报了。我也大致同意，但是因为是私下说的，我也不好直接表态。我就送了一件延安时期大生产运动我自己做的大褂子。哦，但是我今天一想啊，还是不对。同意就是同意，不能含糊其辞。我是支持林杰这么做的，但是省里暂时是不能帮他们的，要靠他们自力更生啊。哦，方书记，我明白您的态度了。临县人民缺水上千年，如果他们真能实现这个设想，那将彻底改变临县人民缺水的困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啊，方书记，我们地委的同志也有不同意见。决定呢，我们去临县实地考察一下。有不同意见很正常，省里也有些同志持反对意见。临县的情况我是很清楚，你们去实地看一看，或许你们就能理解临县人民为什么要引漳入陵了。哎，哎，好，好。哎，你们说，这方书记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还不清楚啊，这是让咱们自力更生，抓紧补种，别饿肚子。我倒是觉得呀，方书记的意思是，修渠引水的事儿让咱们自力更生。老林，你的意思是，咱们启动引漳入陵工程，省里不反对，但是没有钱支援咱们，让咱们自己弄。我觉得是这意思。那咱们不能为了修个渠，把家底儿都赔进去吧？只要他们不反对，别说把家底儿赔进去，就是砸锅卖铁，这事儿也得干。水莲，你咋还带鞋啊？你不是说那鞋是给你哥的吗？哎呀，秀芳，水莲，秀芳。水莲，爹，你喊啥呢？哎，开始了，开始了。啥开始了？测量开始了。李县长啊，通知水生已经到县里去了。测量马上就要开始了。秀芳，终于开始了。爹，我要跟水莲去参加测量队。去吧，去吧，爹一人能成啊。哎，明阳同志，进去啊，站这儿干嘛啊？于副书记，你先进，我一会儿就进。啊。引漳入陵筹备小组，筹备小组都建立起来了。好嘛，地委还没拿出意见，你们就开始行动了，先斩后奏是不是啊？那个，于副书记，我们没行动，只是做一些准备工作。再说了，这个
解决临县缺水问题也是这个造福于临县的人民群众。我相信啊，地委一定会同意的。你就那么自信？那要是地委同意，省里不同意呢？省里意见下来了，不同意啊？你还问我们的意见干什么呀？你们不是直接去省里找方书记汇报过了吗？于副书记，去省里不是您带林书记去的吗？孙世厚，你嘀咕什么呢？我带林杰去省里是让他受教育去，谁知道他这么没组织纪律性啊？于副书记，我觉得吧，这个责任不该由某一个人来承担。出去找水，寻找水源，测量渠线，是我们整个县委。明阳同志，我现在说的是你们越过地委去找省里这个事儿，这个事儿问题很严重，你一个县长也想承担责任是不是？哎，不，那个李县长之前并不知道情况，这责任我来承担，好吧？要打要罚都可以，就给句痛快话啊！同不同意我们测量啊？这个情况咱们先不说了，民以食为天。我们今天过来就是要看看你县里边补种的工作，提前考虑明年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行，那高书记，测量的事儿，这个事儿啊，回头让于副书记跟你说吧。那您的意思是咱们现在就下去看看？对，啊，走吧。老许事后通知就不用去了，明阳同志，你跟我们去吧，坐我的车。林杰同志，我俩就做个伴吧。好，好。高书记，哎，这省里不同意渠线测量，这事儿还有回旋的余地吗？林杰，这事儿我真得批评。你说你们引张入林测量渠线的请示，在地委没有向省委汇报之前，县委怎么能直接向省委汇报？违反组织原则，操之过急了。是是是，这我承认啊，我太着急了，要打要罚，要处分要批评我都接受。但我现在能不能请求地委允许我们县委直接向省里汇报测量的情况啊？这个事情啊，还是等于副书记跟你说啊。哎，林书记，林书记，哎，打水去啊！哎，老乡们，你们上哪儿打水去？这赶远路呗，上山那边去。天桥断区下有水，不是前一段不是已经下雨了吗？一场雨哪够啊？人吃马喂，还要灌溉浇田，谁知道啥时候会下雨啊？那到天桥段得走多远吧？20多里吧，就为了保住地里那点苗，成天啥也不干，就为了水。林书记，听说咱县委啊要引张入林，咋还没见动静啊？是啊，林书记，俺们都盼着张河水引进来呢。你们大家都盼着把张河水引过来？俺们那不是盼水，是盼命啊。林书记啊，要是县委啊真把这漳河水领到咱临县，我们这老百姓啊子孙外代都会感谢共产党的恩情啊。我给大家呀介绍一下啊，高书记，这位呢是于副书记，他们两个呀就是来考察一下实际情况，好帮助大家解决这缺水的问题。林书记，俺们都等着呢，能在家门口看到漳河水死了还能笑着入土啊！爹，瞎说啥呢？林书记，不跟你们多说了，大伙儿紧赶慢赶，也得天黑才赶回来呢。你们走吧，赶紧的吧，这来回40多里路呢，快走吧，哎，快走吧。好嘞，啊，走了。这几个红圈就是你们考察漳河的引水点，是，一共4个备选点呢。这个地方就是坟头岭啊。那个水利局的技术员吴念祖呢，他认为这个漳河水的水位呢，肯定要比这个坟头岭的海拔要高。当然了，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数据的论证，
所以呢，我们县委呢就想尽量的赶紧的成立这个勘测队，拿出一个准确的数据，这样呢，引漳入林工程呢到底能不能可行，这就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了。哦，老于呀，我们看了这么多地方，县委请示测量渠县的事儿，我们还需要再开会讨论吗？我看没这个必要了。嗯，于副书记，刚才你也看到了这临县的缺水情况，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老于啊，宣布省里的意见吧。林杰同志，测量引漳入林渠县，你们县委没等我们向省里汇报就找到了方书记，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需要做深刻检讨。你们这么做会让我们工作十分被动。我们检讨，刚才高书记也批评我了，那个我接受两位领导的批评，我检讨，责任都在我。既然认识到了错误，那我们就不追究了。我可以告诉你们，上级已经正式通知地委，经过讨论，你们测量引漳入林渠县，上级同意了。不是，于副书记，你们早说，早说，早说，你们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认识到了，于副书记，怎么早就认识到了？但是啊，虽然上级同意了，我个人还是持谨慎意见的。有愿望，有决心，这是好事。引漳入林这四个字，说说容易，但做起来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同志们。我们不要把事情想得太过于简单了。哎，于副书记，感谢您对我们县委的信任。放心，每项工作我们都会做好的，您的话我也会记在心里。感谢。同志们，于副书记说得很有道理，临县群众缺水盼水的愿望值得理解。但是引漳入林不是说句话那么简单，林杰同志，哎，今年这场大旱造成欠收，明年粮食问题就会显现出来，这一点你们县委要早做打算。高书记，磨刀不误砍柴工，您放心，粮食问题我一定记在心里边，还有今天您说的所有的话，我也会记在心里边。好吧，好吧，天不早了。我们还得赶回去啊！哎，不，高书记，于副书记，你看都忙一天了啊，今天就住在我们临县了啊！我食堂都准备好饭了。不麻烦县委了，高书记，我们回吧。不是，这饭真的准备好了，我们回了啊！高书记，不麻烦了，不麻烦了，吃饭。大家这是，这来了这么多人。肯定是有事情啊，没关系啊，今天有什么话就直说。林书记，俺想见见大领导。对，大伙都要见见大领导。啊，乡亲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地委高书记，这位是咱们地委于副书记。大家是有什么话要说吧？高书记，俺听说为测量的事儿，林书记要受处分。哦，你们林书记受处分？啊，水生，听谁说的呀？没有的事儿啊，那为啥门口测量筹备的牌子不在了？那测量不干了？林书记，你就别哄俺们了，牌子都接了。来了这么多大领导，不是处分林书记？乡亲们，大家误会了，我们这次到临县来，亲眼看见了临县缺水的状况，也聆听了群众盼水的诉求，大家不必担心。省委、地委同意县委测量引漳入林渠县，你们的林书记不会受任何处分，而且还要表扬。林书记，那咱们赶快测量吧。有高书记这话，大家伙都放心了吧？啊，这地委的高书记啊和于副书记工作都很忙，咱们呀让开一条路。让他们赶紧回去工作，好不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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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书记，我还以为上级不同意咱测量呢。是啊，我都想差一点再去一趟省里呢。童坤呢？在。童坤，赶紧的，把那牌子给我挂上去，快去。这事我去，我去。林书记，那俺进测量队的事儿。林书记，俺跟秀芳也要进测量队。行行，这样啊，老罗、小吴，你们两个马上成立测量队。至于测量队的成员，你们两个定啊，好吧？那谁呢？雪生，雪生，哎，进攻队伍就听你的了啊。好，一切呢，听从我们小吴安排，好不好？好嘞。文扬，哎，测量队的物资就交给你了啊。要几头毛驴，还有天快冷了，抗寒物资你要准备好。好，你负责配合明阳同志啊。好，行了，大家伙儿回去吧。放心吧，测量队马上要开始测量了，好不好？好，回去吧，回去吧，好吧。放心吧，家人们，放心吧，放心吧，大家伙儿啊，放心吧，老乡们。老于，听听，这就是人民的呼声啊。是啊，临县缺水的状况让人实在是太震撼了。我也理解了群众对水的期盼，可如果测量结果引不来水，那群众得多失望啊。大家听我说啊，咱们谁去谁不去，我跟小胡商量之后咱们再说啊。水生，哎，随队民工你负责啊。好嘞，我要去，我要去。赶紧的去。水生，你要真敢不让俺去的话，俺可给你急啊。哥，俺跟秀芳。石莲，俺看你跟秀芳就替盼水去吧，测量队正好少俩会做饭的。行，好。哎，水生，你太子还没上位呢，你就要杀人祭灶啊你！给你闹着玩呢，去！你吓死俺了你！石水生，你要是不让俺去，咱们上下疙瘩村这个仇还得结。对对，还有大海。是是是。哎，我说老林啊，你就别趴地图上看了，再看也是那几条线。这漳河水能不能引到咱们临县？就等测量结果出来了。不瞒你说呀，老孙，几个小时之前我这心里边还担心呢，怕这领导不同意咱们测量。可现在这领导同意了呢，嘿，我这心里边啊反而是沉甸甸的。老林啊，我懂你的意思，你是担心这个测量结果出来了引不成水。测量结果出来了咱们引不成这水啊，我这心里边反而轻松了。但如果引得成水呢？啊，如果说可以饮水，山西方面不同意，咱们怎么办？怎么跟这临县的群众交代？老林呐，咱都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怕这个怕那个干啥？再说了，咱们这次去测量可是省里同意的。你想想，就算是将来跟山西发生的问题需要协调，那省里自然会出面的。哼，现在我想想啊，这于副书记啊，这话说的有道理啊。愿望美好，有决心，这都很好。可是呢，真要干起来，会有好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的。反正咱们修了这么多年水利，有的是经验，啥都怕就不怕干。你说咋干，咱们就咋干。老孙、老林，依我看啊，等这个测量结果咱们出来了以后再定。这可不能等。我这一直琢磨呀，咱们是不是先去山西平顺，跟他们协调一下啊？如果他支持咱们，至少在测量方面咱们就能方便得多。那咱们走一趟？得走一趟。万一这个平顺方面支持咱们，我就告诉吴念祖，让他呢把测量的方向给我倒过来，从平顺往回给我测量。走，咱俩去一趟。走一趟。林书记，哎，我平时也不会喝酒啊，但是这个酒我早就买了。我说过，只要咱们一开工，我一定请您喝一杯酒。我敬你，林书记。来，咱俩今天呀，痛痛快快的喝一场，啊！吃点，吃点，啊！
我问你啊，这浊漳河的水量到底有多大呀？浊漳河是一条历史上就很有名的大河，几百年都没断过流，水量充裕啊。哎，那么你说这条河要引到咱们临县来，那水量得有多大？这么说吧，乘船行舟没问题。好，林书记，你看，这就好比那船，这就是咱们的渠。水来了，船动了。等咱们的渠修好了以后啊，咱们就可以坐大船，走水路出平顺，回临县。我看出来，你是不会喝酒。哎，这里边啊，这一放这个酒就变味儿了，你知不知道？来，喝一口，喝。念祖哥，哎，水莲，啊，俺来看看你东西收拾好没有？啊，收拾好了，把二胡放下，我就走了。要不，把二胡带上吧。不带了，东西太多了，不方便。你要是不介意的话，俺替你背着吧。嫂子就住在这弦子里呢，别让她一个人在家。这放心吧。谢谢你啊，水莲。林书记，您送到这儿吧。好，小吴啊，我们县委商量过了，是时候啊跟平顺政府接触一下了。你们呢，从山路过去，到了地方呢就先驻扎下来，及时向我们汇报，省了县委担心你们。我呢跟孙副县长，我们会坐长途车过去。咱们山西见，山西见。注意安全啊！林书记，俺走了，再见，再见，好，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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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安全，再见，再见，注意安全啊！爹，爹，你咋来了？好，衣服拿上。咱家最光荣了，你看你们仨都进了测量队。爹，那俺们仨都进测量队了，就没人照顾您了。恁爹这身体还硬朗着呢，不用照顾。哦，对了。你们去了平顺以后啊，抽空去看看你茂林叔，啊，有啥困难也去找他，他是从咱上疙瘩出去的，啊，再说了，要去了不去看看人家，礼数上过不去。哎，行了，爹，俺知道了啊。好，走吧。好，那爹，俺们走了。走吧，闺女。走了。好，再见。小心点啊。从平顺开始测量，具体从哪个位置开始测，你心里都有数吧？先从侯壁段开始测，那边有个村子叫大王屯，测量队今天就住在那边。大王屯，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天黑之前，咱们赶到大王屯。好嘞，好。嗨，桑主任，你们好啊。你好，水莲。三红姐，俺们又来了。你们饮水间找着了吗？啊，我们这次是来测量的。不管你们是测量的找饮水点的，我都全力配合你们。这次你们来大王屯应该不会住一天两天吧？住的地方找好了吗？还没呢，俺们这刚过来。那你们住的地方就由我来安排吧。我家可以住几个人，旁边还能住几个，够住。哎呦，那太好了，谢谢桑主任。干嘛住你家呀？俺们住给住宿钱呢，谁家不能住啊？哟，这个爱顶牛的也来了，你信不信？
只要我说一句，大王屯没人让你住。那我们就搭帐篷，非得住你家。水生，桑主任，别听他的。您能帮我们提供住所，我们求之不得。就不住他们家，咱这儿也有熟人，凭啥住他家呀？水生，少说两句。你爱住不住，我还懒得管你呢。桑红姐，俺哥就那臭脾气，你别介意啊。没事儿，让他去找吧。你们要实在找不着，就来找我，我来安排。行。俺们哥的村从来没有占别人便宜习惯。你们呢？俺听俺哥的，反正俺是不住。走，走，走吧。走，这，走。猫林说，俺们这次来就是专门来这测量的，测量出咱们这儿饮水点比那坟头岭高啊，俺们就能把这浊漳河的水引到咱临县去。好啊，太好了，这下咱们临县就不用再受那个没水的苦了。叔啊，我们可能得麻烦您几天，在您这儿住几天。哎，这怎么叫麻烦呢？不麻烦，不麻烦。这个老家来人了，你说我能不招呼？是不是？你看，我这还有两间空房，能安排几个人。实在住不下呀，我去找找街坊邻居，都能安排。啊，放心吧，放心吧。谢谢叔。咋样？俺就说了吧，还非得求着他。大哥。哎，来，你看，你们仨都没来过俺这儿是吧？这回啊，都住叔家，就当自个儿家一样，反正家也没啥人。就一个丫头，一个小子，啊！这两天呢，我让他们帮着你们去搞那个测量。对，测量，帮着你们去啊。行叔，您看着安排，俺不挑，住哪儿都行。哎呀，水生啊，我跟你说啊，我那个丫头啊，可贤惠了，通情达理，啥事都能干，还会疼人呢。茂林叔啊，啊，你这啥意思啊？是要给俺大哥说媒啊？哎，看吧，反正都住家里了，是不是？先处处看。人家那么好，俺就是大老粗，怕配不上人家。大哥，哎，你们咋还是找到我家来了？这是你家？爹，他们怎么找来的？茂林叔，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贤惠、通情达理，还知道疼人的闺女？啊！哎，水灵回来了。水灵，小大姐，你哥还是不来？爱来不来，谁求着他呀？你也是一个女孩子呀，一天到晚咋咋呼呼的。我听说上回你把你水生绑了，太不像话。爹，那是个误会。叔，这个事儿不怪桑红，我们那个水生也不是啥好脾气。我看你水生挺好的，挺顺眼的嘛。爹，你看他顺眼，是因为你的眼睛偏心了。你啊，不管怎么说啊，叔，您能帮我们提供这样的住所，我们就已经是求之不得了。这两天我们就开始测量了。再过几天，咱们临县的县委书记林杰也会过来。一旦咱们修水渠的这个事儿确定了以后，将来要求您的事儿那可多了去了。就是茂林叔，这事儿真不怪红姐，主要俺哥就那样倔脾气。好了，不说了。那还愣啥呀？去做饭呢，咱得好好招待招待人家。哎，叔，我们带着几样呢。我们这么多人。饭我们就自己做了，您帮我们找一个能垒锅灶的地儿就行了。那哪成啊，你是老家来人了，我能不管饭？别给我争啊，以后吃喝都在我这儿。对，争啥争啊，一块儿做。好嘞，走走，我们帮你。那谢谢叔，我们先忙了啊。好，忙吧。
秀芳，你先铺着啊。好。水莲，你的，哎，水莲呢？出去了。哎，水莲，她就是跟我，别乱说。念祖哥。啊。这个二胡放哪儿啊？就先放这吧。哎。这个总是俺拿着也不合适。啊，谢谢你啊，水莲。哎，念祖哥，你这床铺咋还没铺呢？我待会儿再铺，我先想一想明天怎么开展工作。行，那你想工作，俺给你铺床。床给你铺好了，走一天路了，你早点歇着吧。啊，谢谢啊。那俺先走了。哎。水莲，嗯，俺憋了好几天，一直想问你。问俺啥？你心里是不是有他了？哎呀，秀芳，说啥呢？哎呀，你心里咋想的嘛？秀芳，俺也说不清。说不清？嗯，就是知道他的事儿之后吧，俺就觉得心里疼。知道，在他心里，嫂子没走，就活在那弦子里了。哎，不是，你觉得那个桑红咋样啊？就他那臭脾气。挺好的，哥。哎，水少，你要不要的话，你们在聊什么呢？聊这么开心？哎，没有。来，吃饭了。不饿。哟，还挺来劲儿啊，饭都不吃了？俺饿。来，饿了。哎，哥，你来一个呗。俺真不饿，你们吃吧。桑主任，听说上回你把水生给捆了。是啊，哎，我和你们说，你们能多吃就尽量多吃点啊。为啥？上一回啊，在我们公社里有个人死活不肯吃饭，
哎，我一走，吃的比谁都香。你放心，俺今天就是不吃你的饭。你爱吃不吃，关我什么事？切！看啥看？吃你们的！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累坏了，累来来来，喝口水，喝口水，大兄弟，渴了，渴了，渴了。人家先生咋说的呀？吴技术员，你赶紧跟大伙说说。平顺不能这么抠吧？难道真不让咱们饮水？就是啊。不是，过来，咋了？哪有说不清？那你瞎跑一趟平顺干啥？连个信儿都探不到。林书记，大秀才。那人家县上到底咋说呢嘛？对呀、啊，这县上支持咱们测量啊，支持支持支持你们一个苦着一张脸，是吗？哎呀，这不是还有其他变数吗？人家平顺说要在河上建水电站，啥意思？啥是水电站？水电站？嗨，我以为是啥事儿呢，不就建个水电站吗？这个事儿啊，俺们都知道，都传了大半年了。咱让他换个地方不就行了？桑叔，啊，你以为是咱们临县呢？说挪就挪？这个事儿啊，说大不大，说小呢，他还真不小。那实在不行，咱们换个点饮水。哎，我听说不是有三四个备选点吗？是。对呀，爹，树挪死，人挪活，侯壁端不行，咱就去赤壁端，都一样。我说你小子咋这么积极啊？我这不是帮着出主意吗？没错啊，桑叔说的对，这个地儿不行啊，咱们呀换个地方啊。彦祖啊，不管怎么说啊，抓紧时间测量，只有咱们拿出准确的数据，我们呢才好跟别人谈。是啊，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客随主便，在这儿呢咱们是客，只要最后咱们把水引过去，那就算是谢天谢地了。行，我们谈的也差不多了，这儿交给你了啊。我们就先回县里。侯壁端的测量基本上得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往回走，沿途就一路沿着咱们水渠引水的方向，把每一个点都测量得清清楚楚，一直测量到坟头岭。这事儿不用你跟我汇报啊，这事儿你负责，全都听你的啊。嗯，听见了没有？啊，人家是支持咱们的，咱们加把劲儿，好好跟人家组干。好，来，祝你成功。走了啊。哎呦。水没喝完呢，水没喝完呢，喝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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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1.125记录。那个，哎，好。
给俺盛。先给俺哥盛。谢谢。呀，彦祖哥，你这鞋都破了，脚难受不？不碍事。俺一会儿给你补补吧。不用了，老麻烦你。俺跟你们来就是要做你们男人做不好的事儿，你这是不支持俺工作。那行，我进帐篷托给你了。行。水莲，真厉害啊，他现在都听你的了。可能是最近测量顺利了，心情变好了吧。嗯。哎，说的是啊，最难的阶段终于过去了。快吃饭吧。哎，哎呀，这个测量队啊已经进山一个多月了啊，又到了给他们供给养的日子了。现在他们情况怎么样？哎，大伙儿干劲可大了，都想知道能不能早点饮水，所以说呢快到坟头岭了。李书记啊，这次让我去吧，我这个水利局长得去问问一下我的兵了。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我这个水利老兵啊得和他们在一起。怎么去啊？啊，空着手去啊？